问心也非常绝，虽然我不知道哪个路人之书。我和你们相处可能根本不到一点，我有些他从晚上姑娘把我带到一人一会，然后让我认识你们，在高一还是认识吗？然后我没有参与到你们的很多事情，可是我真的很高兴可以认识你们。我换人了吗？很高兴在一年一会这个地方认识大家，不管是同届、师长姐，或是学弟妹，然后我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练舞，或者站在这个舞台上。然后特别感谢学姐这几天就是为了帮我们吊舞，然后吊到很晚，然后尤其是还有学姐，她帮我们吊舞，然后吊到她膝盖都很痛。然后特别谢谢金美舞，我很爱你们，谢谢。这几天都帮我们雕舞，然后陪我们陪到很晚，然后也很开心，每次表演都可以跟 MC 一起练习，然后这次是最后一次我们四个一起在舞台上，那我们一起去北调。爸爸妈妈每天就是，就算我练到很晚，他们也没有很生气。如果把你的电收掉，就爆掉。耶。
我要谢谢学长姐这几天一直陪着我们，然后还要谢谢五组的学长姐，然后尤其是毛毛跟柯佑君，因为他一直陪着我们，然后我们跳得很烂，然后我们跳得很烂，还是一直鼓励我们。然后我要谢谢五组的大家，然后反正就谢谢大家吧。我要先对不起你，我每次都穿你们，我跳得很烂，然后我都不会跳。好，谢谢可佑君跟毛毛，没错，帮我们很多。然后谢谢温嘉诚，虽然我很跳很烂，我爱你们。我很对不起，就是今天表演的人，因为我弄了音箱，弄的每一个都 delay 或者是乱播，就很对不起那个 MC 还有隐藏女舞，然后那个小巨人灯光我也弄得很搞乱，就是对不起大家，然后谢谢那个迪芳学姐，就平常都会听我上楼抱怨她没有的别的东西。好，希望之后还可以继续就中了这样子。这几天都是。这几个礼拜，然后每天都跟隐藏练，然后一直练，然后就互称兄弟有的没的，然后就，真的每天都要看到他们，然后，很谢谢陈魔力学长，然后我们隐藏跳得很烂，然后他就一直叫我们，然后最后上台的时候我还炸了，我真的很对不起大家，就是一直来看我们的人，然后因为很对不起整个演唱，然后我想谢谢，然后大剧的时候也自己演的不是很好，然后可是。大家练习的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我要谢谢我的爸爸妈妈，虽然你们不知道我上惩罚。然后我每次练惩罚都跟我说我去补习班自习室，然后请一堆假都乱请，然后就没有练到什么，然后我要谢谢二平所有来的，你们超大的，我爱你们，还有我要谢谢薛浩平。因为你一直支持我，然后还有靳永文，谢谢你一直在，谢谢你为音乐会付出，我爱你，靳永文，谢谢你。我还要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刘启芳，对不起。留在这边。
所有家长，谢谢学长姐，谢谢忠诚北部，谢谢建景松。